Bosco 大佬神父 Rong Ram Fourseas Hotel 四海迎賓館在對面海河文田ถนน Waterloo 門牌77號老闆黃思田拉我們兩兄弟都是信耶穌的不過他不拜我們聖母媽媽拉賣列位諸聖宗徒他偉義公子黃志超博士依家仲響加拿大。阿伯坎細佬呢間高級酒店花咗成150盤咸龍虛狗建築面積成21500平方英尺窿中有三層夾埋成62間客房間間都有騎樓電話浴室拉抽水屎塔其中52間係商人大床。啱晒拉埋条靓女嚟博嘢四周围都俾花草树林围救住鸟语花香空气清新。附设过间安乐餐厅系九把南京安乐餐厅原班人马搞嘅。北平上海广府鬼佬菜乜撚嘢都有得呀。โรงแรม Fourseas 在中华民国39年6月6号礼拜已开门做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止执笠跟住改建成亚洲最97撚币又成52条 link 的四海保龄球场。屌你老母臭花批博西哥神父阿喊同志你哋啲屌勾晒地格辣。該你死嚟全世界唯一冇税嘅國家勞動者嘅天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裝下先啦跳那媽都未見過大姐屙尿